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戏剧人生。1962年啦，哇！1962年啦，就有四套片。首先是《客串夫妻》，合演的有胡枫、林凤、夏萍；《闪电结婚》，合演的是欧家慧、郑君绵；跟住是《王无怪人》，合演有于素秋、陈宝珠、陈好球、曹达华；跟住是《福慧双修》，合演的有林凤、白露明、张青。咁跟住就係1963年啦，1963年就有相当之多嘅演出喎。数一数，1963年哦，1963年总共有22套影片，影真多产。好，首先1963年，一后三王同剧演出雪梨、夏萍、张青，跟住八仙闹东海同剧演出林凤、关海山、半日安，跟住是工厂少爷，咁同剧嘅咧就有林凤、张青，跟住是工厂皇后，同剧演出丁莹、张仪、林艳，跟住是火烧少林寺上集，同剧演出欧家慧、江汉、石坚、刘克宣，跟住是火烧红莲寺下集，同剧演出欧家慧、江汉、石坚、刘克宣，跟住是儿女恩仇，同剧的有王锦娟、麦基。跟住是夜半人朗，同劇演出曹达华、夏萍，跟住是武则天，同劇演出李丽华、张仲敏，跟住是秋凤，同劇演出林凤、胡枫、李红，跟住是秋凤下集大结局，同剧演出林凤、胡枫、李红，跟住是苦海一言苦，同剧演出林凤、胡枫、李红，跟住是苦海一言苦的下集大结局，同剧演出林凤、胡枫、李红，跟住是都市两女性，同剧演出丁莹、林凤、张仪，跟住是滴滴慈母女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君礼、胡枫，跟住是碧血金钗，同剧合演于素秋、陈好球、雪梨、石坚，跟住是碧血金钗的下集，同剧的合演于素秋、陈好球、雪梨、石坚，跟住是锦绣年华，同剧的有白露明、林凤、张青，
跟住是宝城剑女，同劇的有林凤、麦姬、薛家燕，跟住是兰龟四凤，同劇的就有文爱兰、欧家慧，跟住就是漓江河伯、血海愁，同劇演出胡枫、吴君丽、于素秋，跟住是漓江河畔血海愁的下集大结局。咁同劇的就是胡枫、吴君丽、于素秋。咁跟住啦，就是1964年啦。1964年亦都是一个多产的年份。都是有十几二十套。一尾靠滚，咁合作嘅演员有雪梨、张青、梁醒波，跟住一家之主，合演嘅有白露明、司马华龙，跟住就系刁蛮女戏夫，合演嘅有林凤、郑碧影、郑君绵，跟住就是《大丈夫日记》，咁张英才就饰演江德顺，合演嘅有丁莹、林斌、姜中平，跟住是《大丈夫日记》嘅下集，咁同劇合演嘅咧就有蓝红、张青、林斌、李香琴，咁呢个下集啦，就阿蓝红啦，就代替咗丁莹嗰个位，就做阿江德顺嘅老婆。跟住就系女侠脱脱儿，咁同劇合演就有邓碧云、于素秋、石坚。跟住是女侠脱脱儿的大结局，同劇合演于素秋、邓碧云、石坚。好，今天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戏剧人生，咁分享到呢度啦，又暂时告一段落先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多多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M 频道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